这两个小孩，一男孩一个女孩。那在刮火柴。哦。那你可以看到烟冒出来了，看到没？浓不浓的？那已经有烟在冒出来了。这一天好像也刮了很大的风啊，对，刮的南风，你可以看到明火了。小孩子的父母啊，他们作为监护人的话，要对小孩子失火引起这个车辆烧毁的这个法律后果要承担责任的。